喂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依家咧就有呢、這、一个七周年嘅重播转蛋啦，咁就但系佢好得意啊！佢限你五次，但系当然你要做任务啦。你之前冇做到就冇五次嘅十抽噶啦。咁但系佢就俾你拣今次同埋上一次嘅十抽嘅啫。咁就系话你喺二十抽之内做一个决定。咁今日18号嘅12点啱啱开始啦。就嗱臨抽咗佢先，咁我大號就唔 show 出嚟啦，咁我試一彈，咁我抽咗呢一個我呢邊細號先嚇。咁我頭先有一個 account 就得兩次十抽嘅啫，咁兩次都有出特效嘅，咁好神奇咯，我覺得。咁我唔知到底其實有限定就可以 OK， 因為我見我日版嗰邊同埋啱啱細號嗰邊都有限定，得一個 account 飛啲，暫時睇落去。喺黄水晶，黄水晶冇用，啊尽量哇 ，meta 过咗气哦，重抽啦，重抽啦，一定重抽啊！第一次啊嘛，除非你第一次真系抽到咩咩 S 卡尼巴嗰啲嘢，阿四 meta 可以唔要 ，meta 可以唔要。哦，就是要上堂。八子烏。等下先。哦，天角矛。天角矛可以。但我嗰隻，我嗰隻咩？吴俊健。又系啲激兽产品。唔要。同埋主要系我两隻都有啦，已经。系啦，佢会唔俾限定我嘅最尾？因为我下面呢，我下面呢边好似几好咁样。啊，倒唔倒咧？倒埋佢啦！反正大家都系想砌抽蛋。哎，俾个机会你，因为其实你就算俾我啱啱嗰啲限定，我都唔会用得着。咁我。你俾多少都长住啊，仲好！哇天啊，天啊天啊天啊！哇！希望我大号唔好咁爆啊！有啲嘢咧叫你见好就收，知唔知？叫你见好就收，基本上我应该系拣前面嗰啲先拣，而家先嚟转牌，唉！我要呢个。我一定要呢、這个扑街，佢俾仔我抽啊！癫啊！我要眼同你讲嗰句，我要眼。哦，佢咪叫 Opera？ 又有？诶、欸，睇嚟唔系见好就收喎、啊，小荧光鱼。但系因为佢计埋我上一次嗰、那个，所以咧我会再抽多次，再抽多次。因为呢一 set 佢都会计我，系啊。咁即系就算我呢一抽系死嘅话，我帮你拣翻啱啱我有仔嗰个 set。死啊！我要上堂啊！我快转埋佢大哥，大哥你唔好俾啲咁好嘅嘢我，走开我唔要呢、這个废嘢唔要，冇用冇用，走开走开。好，走开走开，快啲快啲跳完佢就算啦，唔好爆弹啦。得就系咯。OK， 我要呢一个，耶！即系老实讲，你就算俾我啲棉樽剑，佢俾啲煤炭我，我都唔会用得着。而且嗰两只我都系有，我点解唔拣啲我冇嘅，然之后有可爱嘅生物咧？系咪先？哇！冇事。快啲拎完就走先，唉，唔好搞太长，唉，呢啲卖一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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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之后卖住先，快啲，佢咩时候讲嘢啦？
然之后玉成，快啲当场练好佢。呢只嘢要上有击嘅呢只嘢，你负唔敢？屌唔理啦，我到时自己搞啦。好啦，就咁啦，拜。